很开心可以来到呢我们的板桥大圆板跟大家见面，尤其呢今天是伊兰克斯的这个乐天女孩见面会。我想问一下，现场有没有人是从中南部上来的？有吗？你是从中南部上来，你要确认哎、欸。你从哪里？澎湖。哇塞，澎湖回来直接赶到现场哦，哇，超给面子。那这边呢？要拍照是很重要，没错，但可以回答我一下吗？为什么我会问这个？因为我刚刚从台中开车上来，然后突然发现就在苗栗新竹那边的滂沱大雨，然后呢车速非常非常慢，所以呢如果今天有从中南部上来的朋友，我要给你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当然呢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两位呢我们的乐天女孩，不如我们就直接欢迎他们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要一起这个热情的尖叫声欢迎林振还有梦洁。的组合，对，糖心蛋哦，对啊，因为它是糖果啊，然后你是蛋，对是哦，好微信也是好吃的概念，来跟现场所有的这个十号队友喜欢你们的粉丝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？好 ，Hello 大家好，你们打招呼的方式很简单，我以为他会帮我接话，我抓到接，我没有抓到他的口，所以我正常来讲不多说 ，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林。好，一二三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Love Tango， 我是林丹，我们加起来是糖心蛋，哎，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以为就是大家会跑去成人展，啊，所以我特别开心。你们也是不要把我们的粉丝想成这样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跟他们是墓园跳的，墓园跳的，赶快捡起来！而且你知道，你有时候的表现比成人展还要精彩，你知道吗？我算是普遍级吧？你算是普遍级吗？没有，还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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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们还是有健康的形象，不然怎么会被找来伊莱克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一样要用你的活泼热情带给现场所有的粉丝，维持好自己的形象，不要拿自己跟成人展来比喽。那今天呢是乐天女孩，就是梦洁跟林振的来到我们伊莱克斯的见面会现场跟大家碰面。其实讲到伊莱克斯，相信呢不管是女孩或者是现场的粉丝朋友，应该都相当熟悉吧。大家知道伊莱克斯跟我们乐天桃园合作几年吗？有人猜得出来吗？几年？11年。哦，11年，真的？有人发聋哎！11年，你都有进球场来看吗？偶尔看一下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还是，其实我们真的很感谢，因为伊莱克斯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，11年以来呢，一直陪伴着我们，在主场啊办很多盛大的活动啊给大家，然后每一年都推陈出新，然后有新的产品介绍给大家，相信大家对我们伊莱克斯呢非常非常的亲切感，然后也不陌生。那我们也很想问问呢，林丹跟梦洁对于伊莱克斯这个品牌，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商品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？哎，我自己在前年的时候有得到这个空气清新机，得到什么得到的？可能就是因为有帮他们就是拍一下广告，哦，对，很开心厂商可以送我。然后最近是得到我们的那个吸尘器，吸尘器，对，因为吸尘器其实真的很方便，而且我妈妈其实很爱打扫，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母亲节礼物送给她。哦，对，她就可以帮我打扫。而且他们的那个把手非常的好用，符合人体工学，符合人体工学，对，所以刷起来呢会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又轻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吸尘器是非常非常重的。是，那梦洁呢？因为刚听到他又得到了空气清净机，又得到了吸尘器，你有得到什么吗？好羡慕哦，我只有空气清净机。哦，那也 OK 啦，哦，但是因为他真的，大家看他的那个样子，真的很像，我觉得很像一个装饰品，只是摆在家里其实就很好看。就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空气清新机，而且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是过敏，就是现在如果变天啊，或像现在台风天，就有点冷，然后冷空气鼻子就很不舒服，然后必须要开空气清新机，整个会好很多哦，所以其实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电器用品，现在已经是必备、基本必需品，就是空气清新机，对，还有吸尘器。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会养狗、养猫啊，对，那个时候就很需要。所以你们是对于伊莱克斯最深的印象，就是他们的空气清新机非
常非常的好用，可以来练练的有关这个鼻子过敏啊，然后预防尘螨这些问题，然后吸尘器也很好用，尤其送给妈妈当母亲节礼物，对，而且非常的轻巧。哦，接下来爸爸生这个父亲节太大了，父亲节哇哇，哎、欸，那你要送爸爸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因为最近呢，伊莱克斯推出新的商品，然后这个商品非常非常厉害，叫做迪士家居九百无线湿拖吸尘器。哦，好长的名字哦。没错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叫做后面无线湿拖，也就是说它没有线可以插电，要充电，哦，它本身可以直接拿起来，无线的功能就是让你走到哪里吸到哪里，然后湿拖就是它又有吸地的功能，又有拖地的功能，哦，所以它两个都可以用，两个都可以用，你不用吸完之后再拿拖把，你直接一台搞定了，一台直接搞定，都有哎，对，没错，你看哦，例如说家里对不对，四季都会有灰尘，对，会有毛屑，就算没有养宠物，是不是会有头发？啊，对，你真的很会讲头发。然后大家的鞋子穿进来之后，地上是不是会有灰尘？对，也会有，没错。那你吸完的时候，会不会有香脏的东西？还是会。对，所以如果家里想要让它干净的话，利用我们的吸尘器的功能，把地上的一些灰尘吸掉之后呢，再用拖地的功能呢，直接把它湿拖。拖过一层，它是可以干净再干净一层。哇，所以你这样只要一台就可以搞定所有，只要一台，然后这一台就在你眼前，很方便的。对，你要看它的颜色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它做的都没错。然后呢，这一台刚刚有讲是无线湿拖吸尘器，它本身呢有五重高效过滤系统，也就是它可以有效的达到99.99%的过滤尘螨。哇塞，99.99%哎，你要想连考试都不能考到这个分数，但它竟然可以达到99.99%的过滤功效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，你知道它有总共有几个吸头吗？随便让你猜，六个。好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做功课。六个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。两个嘞，哦，五，还有一个嘞，还有一个在后面，六，这里，哦，这里啦，没错，它总共有六个吸头，那既然凤姐做功课，它都有六个吸头，那你知道最重要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最主打的吸头叫什么吗？就是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吗？那我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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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，知道吗？刚刚有讲到了，它是不是可以吸又可以拖？对，所以最重要、最新的都是湿拖吸头。湿拖二合一，你吸完之后呢，只要一个按钮踩下去之后呢，你可以很轻松的换上湿拖吸头，然后就能利用它呢，直接来达到拖地的功效。是，真的厉害，很厉害。这台如果要买给爸爸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啊，毕竟我爸爸是单身。哦，那很需要。对，他没有老婆，也没有妈妈可以帮他洗，吸尘器可以陪他一起吸。走到哪吸到哪，至少他自己住的时候，他闻到非常的干净嘛。对，这台呢刚好可以送给爸爸。所以如果家里的爸爸呢也是单身的话，大家可以送给爸爸。那双生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或者是有人如果是最近要领取。兰兰，对，新家的我们就买一台送给他。对，兰兰那个新闻很大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大概几百平是不是？对，可以买一台送给他。好，我说不错，我们一起集资啊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一台呢，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到底优惠多少钱？这台原价其实要27,900，知道吗？27,900，功效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呢，只要到我们的会员上来购买。19,900，便宜很多哎、欸！刀便宜多少钱吗？八九千，一万是不是？差不多，从7,900变成19,900，便宜了8000。哇塞，直接刚好八月八八节这样子，没错，所以超级优惠，CP值超级高，直接让你省8000，然后可以把这一台的。这个迪士家居900无线吸拖吸尘器带回去，然后送给家人，送给爸爸妈妈，对，或者是送给你这个即将离职的好朋友，是，好，如果家里需要也可以寄来，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来自瑞典的伊莱克斯这么优秀。对啊，而且你看跟桃园那么好，11年，我们每年都会到伊莱克斯，对，伊莱克斯塔，没错，那我们今年的伊莱克斯塔已经结束，对不对？
对，你们有跳到舞蹈吗？有哎、欸，那你还记得怎么跳吗？伊莱克斯 go go go， 对不对？我没有那个怕，类似嘛，几乎每年都有。伊莱克斯 go go go， 安卡先生讲什么？很重要的，好像是去年。那没关系啊，去年的还是到现在也是很有趣的。对对，头发很好记。没错，那刚刚分享到现在呢，这个大家应该对我们这台新的极致家居900无线吸收吸尘器呢，有一个程度的了解。例如说，请问伊莱克斯是来自哪一个国家？不知道？太简单了吧？快点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还有例如说，我们伊莱克斯最新推出的这个产品呢，其实是极致家居几百。几百，我刚刚有在想，你们都没在听。几百，谁知道？几百，有人知道吗？刚刚听到的几百啊？还以为你没听过，吓到我。没有听过，没有听过。900家居900。好，那再问好了，问会简单一点哦。请问一下，这台吸尘器呢，总共有几个吸头？哦，这很简单。六个。叫做什么系统？吸通。哎呦，那请问一下，我们的那个有一个高效过滤系统是几通的？有人记得吗？5通。哦，厉害，资优生哎，他说讲的很强哎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始来问问题，因为我们有准备礼物给他。对，可以吗？我们要先礼物，我们准备了4个礼物给大家。那我们待会礼物就从我们刚。